老宋是在黄河边长大的，他在黄河上驾船，在黄河岸抢险，如今他已经60多岁了。老宋住的地方叫和尚村，和尚村就在黄河边，距离开封市区9公里。人们习惯把开封的这段黄河叫悬河，悬河的意思是高出地面的河，其实悬河的长度远不止开封这段。历史上黄河曾有许多次决口，开封城就被淹没过许多次。开封市区的地下含水量非常高，而且在全国都是最高的。1986年，开封宋城考古队用钻探机替代洛阳铲探测市区地下的文化层，于是一根钢钻向地下穿越了几个世纪，触及到了那鼎盛的北宋王朝。清明上河图为今天的人展示了开封北宋时期的繁荣。刺绣在开封称作汴绣，汴绣作品的主要内容就是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的原作者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张择端的另一幅作品精明池征标图与清明上河图堪称双璧，画中描述的是北宋东京皇家园林，在精明池中许多战船正进行水战表演。金明池在金元时代被黄河泥沙多次淤积，其热闹的身影最终消失在黄河泥沙之下了。那么从前的开封是如何被黄河淹没的呢？开封遭到了第一次特大的水患是战国时期，也就是说战国后期了，就是秦灭六国的战争中。当时啊，就是秦将王贲就是掘鸿沟水来灌大梁城，就魏国就在开封灭亡了。这个鸿沟水啊，实际上也是引的黄河水。金代的明昌年间，金朝皇帝为了抵御蒙古军队的袭击，在河南北部掘开了黄河，以黄河水阻挡蒙古军队的进攻。但这次大水并没有挡住蒙古军队的侵袭。到了公元1234年的时候，金国国都陷落。从那时候起，黄河对开封的影响加重了。仅明清两代，黄河在开封附近决口了就110多次，其中啊有7次水啊就进城了，而且有2次特大的水患。第一次特大的水患呢，就是说是明崇祯15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呢进攻开封，攻了2次没攻破，到第3次就形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也就是说是到底是官军扒的黄河还是李自成扒的黄河。所以说这也是在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之一。不管怎么说，这次水患过去以后啊，也就是从史书记载的开封37万人，市区的37万人，这次大水过去以后仅剩了2万多人。而且很多像明代的周王府邸、鼓楼和大相国寺，当然鱼贯呢仅剩了一个屋顶了。1982年秋天，开封市文物工作队为界定金明湖的方位树立了坐标，也就是在那一年，黄河开封段又一次出现了险情。当时老宋住的和尚村正处在最危险的地方，这大地方基本上没断人，怎么办呢？眼看都是这个岸上个满公社呢，或俺的村里呢，俺村里又拖了几坨，发动群众一下跟那个这个坝那个坝挨着那个要大2米多高个小地儿。当时严庆炎是开封柳园口防汛抢险队的队长。我们到28号看了以后，刚刚发现这个险情有点裂缝，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发现急剧塌方坍塌，是吧？这个整个28号全部一下下去了，下镇
平顿下镇，当时一冒一股烟儿，这个整个市都下去了。那时候水大，那猛然呢，他来一股杆，整抓的都用了一两米的杆，站那坝感觉这个整个坝底就是一种颤抖的感觉。二话没说，就是命令声儿，哎，是不是？在艰苦的困难下去干，没一个人讲价钱的，就那么有的个别说，那么是海坑的一条，完成任务以后再说。那时，开封汴绣厂的男职工加入了抢险预备队，欧阳青和女工们仍在绣着《清明上河图》。就像我们这女工呢，一般来说就是也不影响生产，就是上班呢，生活生产都不影响，怕是八个小时工作制，就是说那个该干啥干啥。除了女工啊，坚持生产以外，啊，男职工统统啊集中起来到这个厂部集合，日夜啊住到这儿吃住，啊，基本上半个多月都不回家。当时呢，我正在绣《清明上河图》里面虹桥的那一段。当时嘛，这边呢，车间工人呢就是紧紧张张的工作，外边呢是下大雨。这个时候呢，外边我们准备的一切抗洪的东西，就像贴桥啊、筐子呀、那个抬杠啊，各式各样防洪用的东西呢，都在外边放着。我们一边是生产，那边呢是随时准备去抗洪救灾。北门呐、西门呐、也朝门、冲门。编织袋的这个纱袋都准备好了，都落好了。那实际当时就落一个小口，啊，能够过甚至过车。当时反正心里可紧张，也是想着最好啊，还是就是别阻击到开封，最好还是别淹开封。当时的黄河水流量达到了每秒钟12500立方米。那次的洪水终于通过了开封。黄河对开封的影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金明昌五年，就是公元1194年以前，黄河对开封的没什么大的直接影响，因为当时黄河啊是从黄河北部，就是河南秀武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向东慢慢入海了。黄河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一直在开封附近摆动，就是有的是曾经有一段呢摆到了朱仙镇附近，这是史书记载的，就是所以说在从那个黄河来摆动的情况来看呢，对开封的影响就相当大了。这个摆动一直形成到1938年，就是蒋介石罢花园口以后。1938年6月4日，侵华日军逼近开封，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备以黄河水阻挡日军进攻的速度，从而组织武汉保卫战。6月6日夜间，国民党军新八师参谋熊先玉等六人在郑州花园口掘开大堤，黄河决口。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统计，那次黄河决口共淹死893300多人，淹没耕地844259公顷。1938年6月12日，武汉保卫战开始，国民党军队利用争取到的时间及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以100万人对日军40万人。10月27日，战斗结束，日军攻陷武汉。那次决口是黄河改道，直到1947年花园口合拢，黄河才改归故道。考古是今天的人了解古代开封的重要手段。由于开封在历史上曾遭受过4次毁灭性淹没，
其文化遗存堆积现象极为特殊。中原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谚，说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有几座城。1981年，人们在开封的龙亭东湖湖底清理淤泥时，意外地发现了宋代皇宫和明州王府的部分遗迹，从而揭开了开封考古的帷幕。1986年，开封宋城考古队的邱刚和队员们选用无锡探矿机械厂的工程地质钻机，成功地解决了勘探方式上的难题。在开封城下，我们的脚下一共有5座城至8道城墙，而像规模最大的就是北宋东京城，已经深深淤没于地下，就是8米深左右了。而明代的开封城呢，就在距地表了5米深左右，它那个5米到8米之期间呢，就有金元的开封城，再往上面，也就是有清代的开封城，距地表就是3米左右。所以说啊，就是开封啊和别的其他古城不太一样的，就是有奇特的城落城的一个景观。另外还有个城套城，城套城就是比如说北宋东京城啊，有外城、内城和皇城之说。经过我们考古勘探发掘，已经都发现了这几个重要遗址啊，它在南北一条线上，它正好旗下正好和今天开封市的中山路相叠压。从此可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经过近千年来的历史，开封城呢不仅它的整体格局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且作为这个城市它的中轴线呢，也始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在今天的中山路以下。这个就说明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今天的开封城啊，它不仅是城落城，而且还是路落路。从开封城地表依次下去的各文化层及深度是淤沙层清代、淤沙层明代、金、元、北宋、汉。古代的喧嚣与繁荣已被黄河的泥沙覆盖在地表之下了。像手里面拿着一块，就是黄河洪水对那个淹没开封的时候，洪水退后所遗留下的淤积层。这一层啊，在开封市这个我们勘探过程中发现的比较普遍，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一层。今天的人通过对古代建筑和古典服饰的复制与装扮，力求向人们展示出北宋时期开封的鼎盛情景。《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品已成为开封旅游业的组成部分。变绣是由刺绣和绘画结合在一起的，这门手艺在宋代发展到最高峰。当时开封设立了文绣院，有技艺精湛的绣工300人，专为皇室绣制官服及装饰品。变绣的过程绝对安静，一针一线讲究的是心灵手巧。欧阳青从事变绣工作已经25年了，他接的是他母亲的班。欧阳青的母亲欧阳景瑞当年在变绣厂是有名的绣工，今年已经80岁了。在我小时候农村的时候都有点好那小女儿家，她见她绣啊，她也就想学她，都是那来互相来玩的样子，跟那小孩讲，在那绣鞋啊，给小孩鞋也加油，小孩给他绣个小花啊，兜兜啊。1959年，为向国庆献礼，欧阳景瑞和10名女工绣制了变绣厂的第一幅《清明上河图》。到故宫啊，看这个江浙段的那个画啊，原作呀、啊，进行。当时人家的馆长，因为市政府开到交接信了，是吧？这个你这个画他一般不叫看呐、啊，他们戴着手套，啊，一页一页来去进行，啊，这不敢摸啊，就是用白手套拿出来以后，就是叫你弄到放大镜一块一块的进行看，就是看是跟这个我们做的东西是不是跟原作有没有变样，啊，回来以后呢，
啊，一方面，学习了这个继承，啊，我们老的一些阵法，同时呢，学习了其他这个秀宗的一些心法，同时我们还研究了我们自己的阵法，有些都阵法表现不出来啊，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个《清明上河图》，他用的刺绣阵法啊比较多。中国绘画在宋代是一个繁荣期，特别是山水画达到了顶峰。《清明上河图》是一卷本长卷，纵24.8厘米，宽528.7厘米。清明是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按民间风俗，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是祭扫先人陵墓。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的清明指的是汴梁城外东郊的清明坊，但通常认为，《清明上河图》是描绘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清明时节的风景。图中所涉及人物多达550人，其中所描绘的南北交通孔道是北宋王朝的漕运枢纽，往来或停泊的漕船体量巨大，表明当时的河运异常发达。图中的漕船行驶在汴河上，汴河水来源于黄河。黄河开封段的航运业至少到了公元1958年才渐渐衰落，少数小型船只仅仅起着摆渡的作用。老宋15岁就当船工了，他在黄河上行船40多年。当年这个就是这个跑那个顺河装的东西啊，又装粮食嘞，装煤嘞，各样都装。像济南府，最快嘞就是梁山多一点儿，就路过这个一个河道梁山呐、木结寨啦，这个海马山呐、在脚线头吧，有的都记不住，是不是？再一个，这个最快就是梁山多一点儿，回来的时候不好回。没有风筝是这个，是那个5米的篙子，那个的棍，就是棍吧，有沙木嘞，有柳木嘞，有楝木嘞，搁在肩膀上就是撑，撑篙，再不能是那个顺着那沿儿，那岸上拉纤，有风筝都跟帆，那帆子拉起，帆就是有，有5丈多高，有6丈多高嘞。老宋当年驾船行驶的航道就在黄河下游，黄河的这一段也叫悬河，悬河也叫地上河。每年黄河将大约4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的河道内，河床不断升高，水位也相应上升。为防止水患，两岸的人工大堤不断加高，年长日久，河床便高出两岸地面。河床上升，大堤便随着连年加高。在河南的新乡，黄河大堤已高出市区30米。最早的黄河堤防修建于春秋战国时代，秦汉后历代都不断修筑黄河大堤，至今在河南濮阳、兰考仍有古代的堤防遗存。这北边是明清古道，乾隆18年以后改河以后，就是三角那是清古道，这个堤在明古道的时候它叫南堤，在清古道的时候它就在北堤了，它作为两用了，一堤作为两用。北宋建都开封，因水患严重，宋王朝在沿河都设立了专职官员管理河务。明代设立的专门管理黄河的河官叫做总理河道，有的河官还加上了提督军务之衔，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明清以来吧，这个都有朝廷委派专门的机构专门的管理，
你比如说清朝叫河道总督，河道总督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那个权力非常大。过去大家知道，叫做河都金京三声炮，要放炮应接，就是说朝廷给河都的待遇是非常高的。只要黄河总督回到北京，朝廷是在城门要放炮应接，给你的礼遇很高。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黄河的安危啊，实际上就是朝廷的安危，国家的安危。就河都回来没有事，他不会回来，他回来说明了有了非常紧急的事情，是皇帝要亲自召见，要放炮应接。反过来，如果黄河要出了事儿，皇帝的这个处分也是非常严厉的。你们到郑州去，在花园口那看到一个将军坝，就是一旦发生了决口，这河都要独率军民就地渡口，自己带上绝镣手铐，以戴罪之身监督军民要渡口。如果渡不了口，他自己就要跳进黄河去，以身殉职。如果你没有监督渡口失职，反过来或者渡口不成功，你又没有以身殉职的话，那么是满门抄斩啊，满门抄斩，是吧？所以处分也是相当严厉的。在开封郊区的铁牛村有一尊铁牛，铁牛被阉就意味着开封难保。当地的老人说，这尊铁牛是村子里很神的宝贝。铁牛曾在1938年被日本鬼子抢走了，当时全村人觉得没了着落，于是重新铸造了一尊，并加固了底座和院墙。那么黄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那么可怕了呢？人们对黄河上游植被的破坏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在清朝，为了建造大型宫殿陵墓，关中山地森林被大量砍伐。西汉时期，为了引黄灌溉，内蒙的贺兰山和陕北的森林被大幅度破坏。唐代，为了修建长安都城，耗用了无数木材。宋代建都开封，因为洛阳附近黄河南北的山岭已无成材之木，不得不在吕梁山采伐。同时，渭河上游林区秦岭、子午岭、罗山、宁夏贺兰山、六盘山、甘肃桃河、陇南山地森林均遭到大面积砍伐。当时开封城内的成材良木堆积如山，买卖木材的商贩生意非常红火。到了清朝，人口从8000万猛增至2亿，大量流民自发涌向西北，祁连山、六盘山完全变成了光山秃岭。6000年前，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为69%，地处中原的河南省简称为豫，显示在仓颉造字的时代里仍是大象出没的地方。今天的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已是6%，每年倾泻到黄河的16亿吨泥沙有90%来自黄土高原。以年均输沙16亿吨泥沙计算，如果堆成1立方米的土堤，等于从地球到月亮距离的2倍。黄河一年就将10亿吨泥沙留在悬河里，从1958年以来，悬河的河道平均淤高了4米左右。60多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面积就达到了43万平方公里。原黄委会主任祁连安认为，通过人的努力，
有些环境可以改善，但也有些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不可逆转。在长江如果万一决口的话，它是这个水退了以后，水仍然恢复到原来河槽当中去，而黄河不同，黄河一旦决口，它是不再复归。为什么？因为黄河泥沙多，它一旦决口形成了淹没之后，水退了之后，那么原来水淹了多高，退了之后沙就淤多高。所以我们现在的开封，真正宋代的开封在地下现在是七八米，我们的宋代开封在七八米的深处。所以如果在这黄河的大体呢是沙土的，万一就是说这个水逼近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的决口，它是往下塌的时候，那是很难度复的，不是说啊几百万人或怎么子，那是非常难度复的。万一度不了，啊，特别汛期肯定度不了。就是水退了之后再度复，只能是这样。但是汛期那是非常非常大的。现在的黄河岸边布满了用于防洪的石块方阵，每年的汛期一到，河务局人员就手捏一把汗。老宋原来居住的河上村，由于靠近黄河，地势低洼，现在已经迁移到地势较高的新村了。想起那个老村子，老宋时常要提起一些小时候的往事。小的时候啊，有的不会浮水，就是给块洗澡给黄河里，都游泳圈也没有，救生衣也没有，都这个咱像现在的土瓜种的葫芦长老，我这腰的金阳河一背，这学浮，学会浮了以后，都不要它了。那个红都黄河，那时候我也红都黄河过。那时候水小，有的立个沟，那水小的时候浮个那样，套上鱼鹰蛋、水鸭蛋，有的都回来炒着都炒两三碗，是不是？回来吃的一些好吃野东西。小时候不能啥都干，出去洗澡就洗澡。打人还得吵，那他怕淹着，回来还得挨打。在新的河上村，许多户新房都建造好了。老宋是第一个拆了旧房子的人，也是第一个在新村盖新房的人。俺那个老院是在大地北二，挨爬着大地的，那地就是将近六分多地，院很大，还得。原来搬迁的时候又不想管这搬，有十来多间房，有一棵桐树，有一棵洋槐树，有一棵这个香椿树，是不是有竹子跟门根生意可很好。这家呢一说搬迁呢，得挪到这儿了。原来的实际上也不想挪，那个院大，现在也跟那房一些台阶拾到了些很好。老宋说：“舍不得也得舍得，新的村子总要比原来那个地方安全多了。”老宋常带着孙子到黄河边玩，这就是他们喜欢的地方。